当熊遇见熊。小熊在森林里散步，遇见了饥饿的大野狼、凶狠的大巨人、邪恶的坏巫婆、生气的熊家族。只靠一支铅笔，小熊要怎么化解危机？充满创意的想法才是最棒的武器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当熊遇见熊。小熊到森林散步。Hello， 大野狼，看看这个。Hello， 巨人，送给你一个小礼物。小熊继续往前走。Hello， 巫婆，你到底在画什么东西呀？哦，拜拜，巫婆。Hello， 熊爸、熊妈、熊弟弟，肚子饿了吗？大家，拜拜。